好啦，咁而家咧就出發咧落去市區咧度買食材啦。咁就哇，我覺得咧完全係駕駛訓練啊！我呢一次嚟玩夜營，同埋咧我覺得咧台北叉車咧超緊張，令到我因為啲司機咧，即係平時你見台灣人咧係。好 nice， 好熱情，即係温柔噶嘛，講句嘢都。但係咧，佢哋一上到車咧，係你開慢啲咧，佢都會 cut 你線，跟住過你頭。我記得有一次咧，去考試啊，係佢嫌我揸得慢，但係其實明明咧，我已經係有個學神嘅牌，即係學神嘅牌咧擺喺架車度，但係佢都唔理我，照過咗我頭。跟住嗰刻我係，我覺得咧，如果我剎唔切咧，我係會撞，跟住所以咧令到我極大嘅陰影，我覺得之後。好啦，睇下有咩買先，我都係第一次咧嚟呢啲鋪頭啊，台灣有火鍋料啦，啲公仔麵啦。誒、這個我食過，好好食，成日食嘅呢個。呢、這個頭先我咧之前都係買過嚟食過，我覺得很好食啊。但係呢個唔知整肉子燒好唔好食咧？不如兩個啦，兩個味啦，試一下又唔同。呢、這個我見到好成日好多人食噶，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啦，我成日食噶，嚟到台灣，我覺得係啊，呢啲係煮麵又得。跟住你夾包又得，非常之方便。好，買一罐呢、這個，幾多錢呢？好睇添，應該夠嘅。哦，500蚊。今晚個餐除咗玉子燒，整米粉食，跟住咧有啲湯包喎呢度，酸辣啦，呢、這個咁樣啦，酸辣湯米粉。好，買埋雞蛋咧，54蚊。誒、欸、買呢個啦，平平地整肉子燒。係，多謝多謝。對。你好。你好。香港卡啦。對，500块夠嗎？誒、欸，我看一下答案好不好？我不知道，怎麼那麼貴啦、啊。20、40、60，很便宜啊！台灣的東西很便宜啊。慢慢來啦。來，謝謝。謝謝。好。谢谢，来189。嗯，好，谢谢，多谢多谢，慢慢好，慢慢好。呢度咧就系三星乡啦，咁呢度咧听闻咧有一样嘢好出名嘅，就系葱啦。咁咧而家咧我就睇下边度有得买啦，咁啊顺便逛下有咩得意嘢睇下先。老板，我想问这里有没有葱？葱有啊。对，葱。那边。在那边。下一家。那、这个是什么？茭白笋。这个是宜兰的名产吗？ 对，我们宜兰的茭白笋。哦。在9月份刚出。对。好，我再看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咁咧，头先咧，我就喺嗰间铺头度揾，睇下有冇葱啦。咁咁出名嗰间都有噶嘛，我以为。咁但系咧系冇嘅，咁啊但系佢有另外一個筍我係未見過啦，咁佢都話其實係宜蘭嘅名產嚟嘅，咁但係頭先佢同我講咧，前面嗰間咧就有葱賣啦，咁我咧去睇下先。老闆，我想問哪邊有葱賣？這裡有。160。160。我要買。好。这个都160。哎，对。好。哇，很贵耶。现在很贵啊，现在。160台币。好贵哦。即系40几蚊港纸哦。五六。唔使钱嘅喎，呢啲香港。这个我在香港，他不用买啊，他送我的。因为最近台湾这边5、6月种不起来啊。哦，好。5、6月种不起来会比较贵啦。好，就得住了。谢谢。但系估唔到咧，160蚊一棵咁嘅葱咧，都有人想同我抢，证明咧真系好出名啦。
咁今晚咧整嘢食嗰陣試下，去咪睇下咁犀利先。你好，我想问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鸭散？对。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鸭肉。如果我用来炒葱呢？炒葱拌蒜苗是这个比较方便，直接拆就吃。好，那我也要包这个。你要盐味黑胡椒一包。黑胡椒。黑胡椒一包就好了吗？对，这有什么功能？我不要防疫。不喉咙。喉咙。一直可以。哎。不会了。那我现在我进去了。比较不会打扮。因为。阿姨真係好識做生意，我覺得佢係咧講到我顧喉嚨，因為其實有時我唱歌咧，我都會唔舒服嘅。咁我覺得即係可能喉嚨乾啊，喉嚨少痛啊，咁咧我覺得唱歌之前咧食翻粒可能 OK 喎，俾阿姨 sell 到我添，睇我幾易買嘢女人。好啦，我要一包。姐姐，嚟到宜蘭咧，仲有一個好出名嘅就係肉鬆刨冰啦。咁而家咧。我就 book 咗 reserve 咗張台咧試一下，咁咧食俾大家睇啦，睇有冇食先。我要一個肉鬆冰，刨冰嗎？牛奶係肉鬆嘛？對對對。謝謝。牛奶冰肉鬆。謝謝。哇，勁似地獄料理喎，我覺得個樣。好，等我試一下先。好勁肉鬆味，跟住佢仲有啲紫菜擺埋喺上面。但係其實老實講，我覺得咧出咗嚟咁多日咧玩，呢個係最好食嘅。講真的，好食過曬即係嗰啲路店，我覺得。是不是不可以太老實？為什麼？它很 surprise 的味道，而且它的牛奶冰很濃，跟住它有少鹹有少甜，雖然有少鹹有少甜好像很怪這個 combination， 但是它又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你們吃到牛奶和肉鬆它們各自的味道，還要是吃到紫菜的味道，很得意，我覺得很 amazing 啊。好，你俾呢個最高分啊！我今次去咗咁多地方食嘢。區嘅附近咧就有個叫地熱公園嘅地方啦，咁其實佢以前咧就係一個發電廠嚟嘅，咁而家咧就變成一個觀光嘅景點，咁就可以嚟浸温泉啦，同埋可以嚟煮嘢食、煮蛋、煮温泉蛋嘅。哇！我在這邊點餐嘛？是。我要雞蛋。一盒。对，我可以，我也可以租拿这个吗？这不用租金押金，你回来我们就会退还给你。好，捉牢啦，佢要200蚊台币嘅按金嘅，咁咧一阵间连埋鸡蛋咧就260蚊咧，咁一阵间咧煮完鸡蛋咧嚟退翻呢个咧就可以攞翻200蚊噶啦。好，好啦，揾到个位。哇！我見到好多人係煮其他嘢喎，煮粟米都有喎。今晚晚餐好多蛋咯，我覺得。咁浸落去咯，見到啲人。哇！有成89.90.8度啊，係。哇！真係唔小心
跌咗落去一定即刻快啲，即刻熟啊！我覺得。好熱爛咗咩？下面好熱啊！你可以攞住喎，應該。哦，原來係仲有個冷卻池嘅。淨係可以俾蛋用嘅啫喎，呢個唔可以擺其他嘢喎。現場開粒俾大家睇下先啦。哇！我感覺到入邊係好軟嘅個心。一二三，哇！温泉蛋啊！我唔客氣啦。好啦，今日好似食咗啲減肥餐咁啊，狂嚼蛋啊！好啦，咁之後咧帶翻去營地食啦。冷靜啊，冷靜啊！好啦，咁咧我今日就買咗宜蘭嘅名產啦，呢棵葱好大棵，得呢把刀仔啫，我嘗試下切啦，咁大棵葱。好有刀仔鋸大樹嘅感覺啊！好鞋脆啊，我覺得呢個畫面。好大棵葱，好細把刀。好，跟住咧，係啦，好大火咁樣好似。呢個咧火係冇得控制火候嘅，咁所以咧就憑感覺啦，倒曬落去啦。食完個口應該係勁臭，我覺得。哇，好香葱油啊！好啦，上菜啦。完全熄唔到火嘅呢個爐。好啦，嚟緊呢一道菜咧，就係我未整過嘅，我就喺網上面見過啫，就係玉子燒啦。好似係咧日本咧曾經好興嘅呢個懶人料理，咁所以我決定咧試下，同埋好似話好好食嘅，因為咧呢個係啱用嚟咧掉埋落個水度一齊煮嘅。好啦，好脆好脆啦，已經俾我攣到。今日買咗盒蛋啦，咁咧就要將佢變成蛋液。誒，喺我搞緊嗰陣咧，不如我煮定兜水先，費事間等。开个火煲滚啲水先，首先咁咧，我就可以搞一下化个蛋啦。我今日用得最多嘅就系啲葱啦。咁咧，我切少少摆落去啦。好啦，打埋我啲蛋度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咧，等佢水滚咧。就連埋個袋擺落啲水度咧，烚就得噶啦。但係啲水滾味咧係未嘅，我想試一下個葱啊。其實咧，炒葱係點都好食嘅，我覺得係有熱炒、小炒嘅 feel 喺度嘅，因為我落咗勁多油。好冇營養啊，今餐。咗肥，好啦，去滾啦！呢個我真係好期待，佢會變成點咧？冇咁大火先。好啦，就咁擺落去烚嘅啫。那你很辛苦，就請你吃啦。我沒有手哎，好。我放這裡好了。謝謝。你這個是什麼？
蛤？刺葱、麻膠。對，麻膠汁。麻膠汁，佢咪覺得我應該今晚都冇啖好食，所以送嚿雞俾我咧。其實我蛋得噶啦喎，好似。好啦，上菜啦。喂，哇，佢勁似呢個，我係煮到佢一包咁樣喎。好啦，等我哋試一下呢度創意料理啦。其實咧，佢係網路上嘅懶人料理嚟嘅，日本風傳。咁我睇完條片咧，係好想整嚟食啦，終於有機會試。呢個係好食嘅喎，因為佢豬肋排嘅，係咪豬肋排？係肋排，佢淨係咧，其實嗰個薯片咧係變咗個調味料咯。跟住都係食到正常葱蛋，好似炒葱蛋咁樣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外面懶人料理嘛，就唔係話係鬥話哇幾好食，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咯，用咁嘅方法嚟煮出嚟。咁所以咧，我覺得玩就真係幾好玩，同埋真係我覺得係食到嘅，又唔係話食唔到嘅，但係唔會話哇好好食啊咁樣咯。咁我覺得呢個咧係好吃的，同埋咧係好適合送走嘅，但我今天冇買走。阿姨送俾我個雞，咁咧阿姨咧話呢個叫吃葱雞，咁佢咧就唔係食個葱嘅雞嚟嘅，佢係咧只雞入邊咧塞咗啲葱。咁因為宜蘭咧最出名係啲葱啦，咁所以咧我試下佢係咩味啦，係烤雞嚟咯，但係好滑嘅啲肉。好，既然有螢火咧，咁我買咗啲玩具飯後玩一下啦。咁呢個咧我未玩過啦，我第一次聽啫，叫火焰粉啊。咁咧倒出嚟咧咁樣啦，好似綠綠地色咁啦啲粉，跟住又灑啲火度，好驚我而家。哦，就玩埋呢兩個，我玩個細啲先啦，我真係有啲好驚啊！其實呢個咪放喺地下玩噶，嗱我點個火彈開啊！哇，好驚啊！哇！呢個係整蠱人嘅喎，搞錯啊！咁大整個，我跟住呢個啦，點火柱，喂，好驚啊！頭先嗰個，嗱，我點着咗我就走噶啦，我會匿埋睇嘅，好啦，驚啊！佢個樣子好似有啲恐怖，所以我點咗咧，我走喺後面噶啦。射向前面嘅啫，哇！呢個係自己私家煙花嚟嘅喎，啊！好驚啊！我玩呢啲真係好有陰影啊！呢個咧，我覺得我都係適合玩呢個。呢啲好太刺激啊！對我嚟講，遠遠咁樣望咧，即係望下就覺得好開心咯。但係叫我點，我真係好乸驚。好，我真係玩翻呢個算啦。
好啦，咁今日咧就食啲湯嘅嘢啦，食中式嘢啦。我中意用呢個罐頭咧，係因為唔使罐頭都已經可以開到啦，超級方便。好啦，其實咧都熱熱地噶啦啲水，咁啊不如加咗個湯落先。台灣嗰啲米粉咧，同香港嗰啲真係好唔同啊！香港嗰啲咧係個包裝冇咁，即係掹出嚟冇咁散亂啦。我每次咧去到超級市場都猶豫咁買唔買好，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中意食米粉。好，應該啦。酸辣湯米粉啊，港式。好啦，日出睇唔到啦，但系食翻个米粉啦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今日都有啲冻啊，同埋咧，其实个天色其实真系唔系几好啊，今日好似想落雨咁样，咁所以食翻个米粉，氹翻自己，去翻我台湾嘅罐口鱼。之前都未試過會連續咁樣去唔同地方玩幾日嘅，咁其實就睇多咗好多台灣嘅地方啦，我覺得，咁就當中可能有啲唔順利嘅地方嘅，即係可能又會落唔到山，突然之間又會我突然之間又好似頭先咁樣開唔到個辣椒咁樣，咁但係其實我覺得用咩心情面對，我覺得係最重要，咁。希望你們感受到這一份温暖，都令到你們會開心一點過每一天，是的，送給大家流浪記。當我在世到一口一瞬間，這世來沒有你，回憶漸漸再返，想你时道别后没有空闲，片段停在书店买电影院之中，伴你留恋往返，最后我用自由回赠你，庆幸你活在同一地，令距离。我自己最喜欢的露营区这几天是鑽石林，因為其實我係有，我覺得我有少失眠嘅輕微，即係其實我都係唔正常嘅，即係冇可能一覺瞓到天光嘅。其實每一晚都即係兩三個鐘就會眨一眨起身，但係我好耐冇試過一覺瞓到天光，但係喺鑽石林瞓嗰晚係好舒服嘅，係啦，跟同埋瞓得好冧咯，好耐冇試過，所以好中意嗰度。怎么了，弟妹？